浩，你今天传讯息给我啊，你说今天晚上要来嗨一下，然后我看了讯息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因为其实今天晚上我准备的歌都是比较，就是一些那个 swing 的歌啊。不用啊，我现在就唱给你听，我现在就嗨给你听 ，OK。就要嗨一下，可是你们要那个，你说你们要摇头啊，要甩头，这是甩头歌。这歌很简单的，就四个和弦，没问题。还鼓励一下。Yeah.
现你的声音跟不输他的。对，没有，其实我是一个挑歌的。对啊，真的，我就要唱一些就是我自己觉得还蛮喜欢的、蛮爽的歌这样。那六是很好啦，可是，可能比较不太适合我的声音这样。有没有其他的？其他的等一下嘛。他应该，你应该很久没有这样唱了。啊？对，因为你唱，专门一唱完就喉咙有点点那个。很久没这样唱。吐石榴了，有点吐石榴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嗨了。对呀、啊。